过程中拿出我们的作风，是吗？集兵班，前方道路被毁，迅速前出处置。此次拉动演练，不设预案，临机开战，基本摸清了训练底数，达到了训练目的。下步我们将有针对性的对作战要素、协同配合、战法特点等内容进行分段演练，逐项攻关，全面提高部队作战水平。